没关系，你就先丢在地上。没有丢那个柜子吧？完了啦，出去。超级鸡，要嘛死，要嘛。啊，我的超级鸡！哦，这个贵宾狗太凶了吧？凶屁了！贵宾狗超凶。哇，胡总好坏、欸。哒哒哒！好了好了，我没事了。到底是拿狙击枪还是机关枪啊？那么会。我现在应该没事。OK， 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要回家了。好，我要去厕所。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不行哦，你一直看我，我会害羞。啊，看来要四个消土豆的吗？没有，三个而已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好，我去把东西拿回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要翻我藏东西的柜子啦！嗨，嗨。起床了、啊，小土豆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是要用青色钥匙吗？钥匙，钥匙啊！哦，不是卡片吗？那、欸、你用卡片的、哦？不是啊，我现在刚刚做出来是青色钥匙啊。哦，来，你来马戏团上面、哦、二楼。马戏团二楼。哦，好，锻炼一下再来上来。我一直拿超级鸡在锻炼，可以啦。谢雅思的777，完美的数字。Perfect。戏团的二楼。哦，各位真的有两个工作台。那淋浴时间？哪里啊？你说哪里有两个工作台？这马戏团二楼啊，没有楼梯。从后面进哦，跟这边。睡到我都被小土豆了。等等，我先去洗澡，洗澡。不用洗啊。洗一下嘛，我很爱干净呢。妈呀！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这里吗？没有超级低的我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毫无人生目标。好，右边都没有哦，大家就靠这个了。让我瞧瞧。里面有超级普通机，超级普通机，超级普通机，到底是超级还是普通呢？被干，里面只有椰子跟板子，没有了，没东西了。啊，假牙，不是还有一个在屋顶上的吗？嗯，有一个红色的，红色那要红色的，红色卡片，红色卡片可以啊，我们有两个走到红卡，有好几个人有哎、欸，对啊，电路板材料我已经有了，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嗯、这个可以打。等一下，我先拿一下电路板材料。好, 好，我准备好了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我负责复制。刚去室内，刚去室内。你们打，我复制。你们打，我复制。那好，真的。在马戏团上面。啊、哦、有。等一下，我这桌子上了。挑战一下就是，一起打，一起打，直接打我们，打我们，打我们。好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快快快，你倒了，快快，有人看到你了。看屁哦！复制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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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屁哦！看屁哦！复制我！哎、欸，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！啊、卡片在地上，我被中，啊、我被中了，复制了，复制了吗？捡不到！等一下！啊，差一点藏起来啊！哇！失败啊！失败了，那只能再来一次。再一次而已，我差一点就藏起来了，可恶！他跑进来揍我，哎呦，按到你坏坏。死喽！哎呀！来，板是不是在找？电路板，我那边还有一块，只差电线。啊，你怎么忙？电线有啊，电线有。好，等下再打一只。为什么繁星又被找了？为什么啦？从哈基的房间出来有错是不是啊？你们有需要警棍吗？我有超级，但我不拿它。我的超级机刚刚被收走了。嗯，我的超级机也是。在做，我还有稿子。
没关系，先用电路板先看上去那是什么。好，来自我。自由时间。好，我又可以再去打红色卡片的了。可以再吃，是不是？哎，呀，豆王在吃洋芋片，在自己削削土豆。不愧是土豆王，自产自销。真会。我找到这个，就是你了。在哪里啊？上面有一个卡片，这里底下也有一个卡片。中间这有一个，这一个就是他了。这个，我打。等一下，不要现在，第二个躲起来。打一下，然后拖进来这里。有，可以。这里比较好打、啊。拖进去一点，拖进去一点，再进去一点，再进去一点，上面再点名。哎呦喂！在哪里？马戏团里面。打了，赶快打！打了，在那边表演那边。我坐。卡片还你，好了。我先躲起来。我已经点好名了，我先躲远一点。哦、还我！把小雨的尸体还我。我操！来。没事。你在哪里？我在马戏团的表演区。给我，我没有警戒。啊哈。那这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复制卡片啦、啊，要再用那个啊，跟钥匙一样啊。那个我这边好像没有，我刚。等，我先放回箱子，我不开会这个，等下给你们做。好。假牙要合成的吗？我看一下假牙。假牙合成吗？那什么、啊？合成吗？牙齿吗、哎呦，差点没点到、那個。打 NPC 掉的吗？先多打几个 NPC 吧。多打几只。哎，杰瑞。假牙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头盔，看一下60的，然后第二排第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先回房间。临时头盔，锤子、椰子再加胶带。胶带。然后临时发射器啊，这就单人逃脱的啦。然后临时电击枪哎，发射器两个糖加一个木。假牙，我看看。没有啊，我没看到假牙。没看到啊。没有。没有，没看到。应该是真的是要收的啦。看起来就是收的。三点了。干嘛、啊？白哭哦。干嘛、啊？谁上厕所是不是啊？那这样以后不找你玩了哦，那么吓人。去哪里啊？点名啊。点名啊。啊，三点起来都有问题。气球做。谁的假牙是用气球做的？气球假牙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没有。哎、啊，繁星，来这边。那个红色，我拿到红色的红色，我拿到梳子跟那个了。来，你过来，融一下，放你家。放我家吗？都放给你身上，给你。好，给。打，红色卡片有啦，有一个、欸，我们有仿制卡了。哦，就那个、哦，这里上去。有啦，因为有。走，上去，看一下里面。在哪？这里，餐厅左，餐厅右边，餐厅右边，这边。我来了。你们看看小房间，下面，过头，餐厅，这里，对。哦，好。警察哥带你们进去了。哎，这不是你的桌子，好了，没关系了。假牙，走。可以直接跳下去了，吃饭，吃一下，好，还有现在需要布，需要布跟线。我记得我那边有，我看一下。布跟线，布我那时候好像丢给小雨了。手帕在那个马戏团上面有。我看看。有啦，马戏团门口有个线。有，我的箱子里面都有。可是我智商有没有那么高？没有。我来做。完了，我怕跟线来了。智商没那么高，我做。我智商不那么高，做一下。好走。有了，我们有老鼠了，我们发条老鼠了。走，我们去。去下大象，走。来我这，来我这。到了。工作时间不用了，不做了，谁跟你工作、啊？关台。下大象，可以直接进去了吗？可以吧，那个门刚不是已经开一个缝了吗？旁边就可以直接走进去啦、啊。对啊，旁边门就可以直接走。在睡啊！我怎么下他？我想说要从大门走。我怎么下他？
丢下来吗？嗯，应该不是吧？还是我们还是要再去找一下那个后面吧？后面啊，后面有个小缝，后面有小缝，所以要青色卡，青色卡片。老鼠是我精灵吗？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老鼠不是，老鼠不是，要青色。那你先放箱子里啊，放这边啊，放这边。放柜子吧，装这卡片是不是？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有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先找啊，你要直接。工作在上面而已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打进去看看？青色卡片我们已经有了，我们已经知道哪个青色卡片有了，知道。好好好，那中了中。赶快赶快，要下班了，赶快。赶紧下班了啊！或白色钥匙啊。白色钥匙没有白色钥匙没有白色没有白色钥匙哦，不然上面为什么会有个白色的？欸、工作时间还有哦，一下。工作时间在哪？青色在哪？我们现在插电路板，电路板跟电线，找一下找一下。工作一下。工作不做了，不想做了，不想做了。等一下要加薪很麻烦。我这边有电路板，我这边有电路板。哦，好，那插电线。电线，看看。哦，我身上有一条。哦，我这里也有找到一条。啊，有就好。啊，那个，小雨先给你，这里。哎，他干什么？没事，捡起来了，没事。跑起来啊！想吓谁？找一下看一下，哪青色卡片是谁？青色是谁？那个是钥匙。青色卡片，看到啦。我记得有一个，我记得两种卡片，我们都已经找到了。啊！这里，什么颜色？你是哪个？什么颜色？我是蓝色。哦，我看到。好，这个。看要不要那个坐进来这里面啊？这里面。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图书馆，谁？图书馆，图书馆。东西在谁身上？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好，那小伟你不要打。好。你先离远一点，先离远一点。别呢。好，小伟上。然后回去哦，来得及吗？他走掉，走掉，走掉！又塞回去，我塞回去。我当骑士团，好。那我把塞回去那个吗？有人进来了，我先拿回去藏起来。好，我先找地方躲起来。不要打我，我受不了了，阿达，我死了。啊，没事，我藏起来了。好，那就插打火机在地上，有插梳子。好，我有梳子。梳子地上很多。有，我来拿打火机。有，我看到打火机。快点，拿护赶下班呐、啊！要到去哪里？魔营啊！这种不是我熟悉的路。带我去进店挖一个，在右下角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跟警察闹，赶快死、啊！你死掉，直接死掉，直接死掉！智商低下，什么都做不是啊！我来做。你去大象那边，去大象那边，我们来做。好，那我带老鼠过去，带老鼠过去。我气死了，什么都做不出来。告诉我们平常偷读书，你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耶。给他吹啊！读书不是为了考试啊，是为了离开这里啊，为了逃狱啊。对啊，气死我！来，给你。刚刚走开啦！刚刚走开啦！刚刚要一起走吗？我要逃狱，我要逃狱。那我都过来了。来吧，你看。我直接丢进去了。另外一个是要不要来啊？我直接丢进去了。过来，我刚从医院出来啊。放。等一下。刚早叫你。他叫进来，这个人很雷，我没有卡，他刚刚叫你早点按，刚刚是要找你死，好走了，哎呦，他刚刚拜拜，不是我哎，嗯，那只老鼠好没用的感觉啊，对吧？工作中最结束的啊，就中间那个有，最中间那个特别突兀，对啊，他就两根柱子，他那个就感觉是个等着被撞开的感觉啊，哇，刚刚好，那你确定不是一个栅栏门吗？
连不起来啊，看起来就是栅栏门了吧？对啊，随时都会打开的。太久了吧？这段动画要多久？哦，好帅哦！我怎么你们用走的？对，我们用走的。哎、欸，哇哇哇！这个后空翻666，生气了，他不做了，生气不做了，丢掉，超气耶、欸，超气！耶、yeah, ，做最多，打最多，耶、yeah, ！我任务，哎、欸，在哪？哎、欸、耶，哎、欸、耶、欸欸欸，好棒哦！好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，休息，还不错。还蛮好笑的、欸我们还有一个 DLC， 还有一个骑士团那个中古世纪城堡的，嗯，之后再玩吧，好，之后再玩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好啦，今天就又逃狱两次啦，也感谢聊天室的帮我打一些啦，虽然还是有假牙，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照这样子咯，明天不知道会玩什么，欸，因为我都是候补名。那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下次见，拜拜。